因为现在的自媒体的特点，大家都抓热点，利用人的这种恐惧心理，利用 emotion， 你攻击别人，讲负面的东西，这个东西特别容易 popular。充满了那些这种软文的这种QAnon 的这方面的这种歪曲事实的这种故事，这个形势呢非常非常的严重和令人担忧。自媒体的那些每天都在教育个几十万个人。这个就是社会现实，需要做 facts check。 中国在一个扭曲的世界呢，很多的道理、理性、原则都被背弃了，而且被滥用了。影响每个人的 judgment 的这些问题的话，我们需要 education， 尊重事实，用事实说话上对还是错，还是盲目的去相信，盲目的恐惧，还是盲目的高兴。那么公平公正这个原则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，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来做判断，强调公平和公正。那在真理面前，我们还要不要追求真理？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 open-minded， 不要试着去 convince 别人。liberal 的 conservative 的，难道这两种人永远是水火不容的吗？观点能够理性的来探讨双方的意见，两种不同意见都摆出来让大家去争论。我们不要去改变别人的想法，他有他的想法的自由。大家 very polite， 大家 very civil。 World 不是 flat， 对， that is a fact。 尤其这个 silent 是 equal acceptance。是华人能够集结不同声音的人，公民教育先从一些基本的选民的一些基本的素质跟一些资讯，比较 higher level 的 legislation 的这种 process， being open minded。 不管你来自台湾也好，中国也好，我们都是华人，我们应该大家都站在同一个立场。华人融入社会不是一个被动的去融入，一个社会不管是精英还是草根，其实都应该合作，不应该变对立的两面。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的，将心比心，尊重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想法，怎么样能够搁置争议往前走。